波一搭相恋换，玉乐心问探一探，主播搭我来搭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自古问题不分家，听我给您把一把，江红姐和福原爱，听说婚姻已不在。话说2021年互联网上消息传，福原爱和她老公两人刮起离婚风，离婚疑云在传播，听我给您说一说，这对跨国恋夫妻网传已经把婚离。日本媒体来爆料，吃瓜群众看热闹，福原爱她在日本曾经约会某男人，两人逛街后吃饭，一起进入了酒店，进入酒店没出来，好像可以来安排。媒体继续来深挖，后面还有更大瓜，两人曾经是旧爱，关系一直都存在，最近交往太频繁，他被媒体来看见，媒体都喜欢八卦，消息很快传天下。曝光福原爱出轨这事有些小可悲，网友纷纷来讨论，让人不得不相信消息越来越轰动，让江红姐回应否认两人已离婚，让人疑云更加深。这边江红姐回应，那边福原爱互动，她说两人是朋友，彼此之间交情后，因为最近不开心，朋友陪她散散心，两人开了两间房，别再飞短和流畅。虽说两人不承认，网友依然选择性相信两人已离婚，媒体曝光都是真，媒体曝光内容多，听我给您说一说，媒体继续来深挖，矛头直指向江家，爆料更多的内幕也对江红姐控诉。江红姐的脾气大，口里经常说脏话，利用语言的暴力进行人身的攻击，这样对待福原爱令她身心受伤害，利用福原爱赚钱让人感觉太心寒。福原爱的名气大，江红姐曾不算啥，也是两人结婚后她才有一些成就，福原爱是摇钱树，但是却没人爱护，福原爱的心里苦，没人替她来做主。这些媒体的爆料真假咱们不知道，如果不爱就放手，不要相互来出丑，彼此好合也好散，不要刀兵来相见，希望这事是乌龙，两人赶快说分明，那个说分明。所谓爆料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心凡红茶都在对明知为何叫二堂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